么点血，怎么够呢？看来我只能砍头了。这个房间里的结界非常强，根本不是他们能布置出来的。还有养心师，是养心师。还有，我怀疑德月楼本身就是一个绝世大妖。宁为玉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吧。虎子现在怨气入体，要是放任他在外面游荡，肯定会伤及无辜。如果虎子真的把自己的奶奶杀死了，那说明他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我们必须马上逃走，避免其他百姓受伤。我这里有一种药，不花钱可以治好虎妞的病。哦，你还敢现身？我种下的种子马上就要成熟了，我怎么可能不现身？如果这个荷包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话，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没想到因为这个小小的荷包差点坏了我的大事。师妹，陆小姐，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黑影具体的样貌是怎样的呢？我也没看清。不过以养心师的习惯来说，假如你一个人落了单，他没有道理不出手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自己编了个故事把荷包拿走了呗？哎，陆小姐千万别激动，我只是在分析养心师的动机而已。既然九思公子这么胆大心细，那我也大胆猜测一下，那日空空跟你刚出门就被定住了，以九思公子的能力怎么轻易就被养心师定住？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自家人，别吵了。荷包无故失踪，可能是养心师为了让我们互相猜忌故意拿走了荷包。对，有道理有道理。哎，小曼。哎呀，终于成了。哎，这是我熬的十绝夺命羹，这养心师只要喝那么一点儿，保证他肠穿肚烂，有去无回。是你傻还是养心师傻呀？他没鼻子吗？云哥哥，我们有竞争对手了。老周，你是在煮屎吗？有这么臭吗？走啊！我们聚食堂什么时候也没有这种场面啊？急死了！还有，哎，干嘛？插队是吧？排队去！排了几个时辰了，真是的！干嘛你？插队是吧？我没干嘛，我只想问一下，这个队排这么长得等多久啊？一看你就没经验。这美人医坊每天只看十个病人，今天排队的那也要明天才能看得上病。哼！明日4:43准时问诊，不到时间不能打开。哎呀，到了！公子您的，谢谢。公子拿好，给您的，您的公子。瞧见没？明天打开这盒子，里面就写着我要看的是什么病。这么玄乎？哎，别走，别走。兄台，我看我和你一见如故，我们一起喝一顿酒吧。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兄台，这么玉树临风是如何养成的？算你有眼光，走，今儿个不醉不归。小二，上酒。哎，对不住了，客官，酒都卖完了。卖完了，那不都是酒吗？哎，咱这儿真没了，这都是空的，空的啊！你骗人，骗你干嘛？你说什么都混啊！是，你看真没了。月圆之时，今天肯定有狼人出没，所以都打听得早啊，对不对？哎，对。你看，
你先走，我付钱啊。我谢谢客官。怕什么狼人呢？就是啊，咱不怕。小曼，哎呦，我回来了。去哪儿浪去了？一身酒味儿。我去办大事儿了。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看面相还能看出病吗？不用问诊也能知道病因，难道他也会画心啊？这世上除了画心格的人，难道还有人会读心术？能。当然了，他呀一天只看十个病人。不过我倒觉得那些病人一个两个都精神不行，他们肯定去看美女去了。你以为都像你一样肤浅吗？喂，哎，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个饥饿营销手段我们倒是可以学习借鉴一下。嗯，对，这盒子还非得43克才能打开吗？故弄玄虚嘛。哎，你干嘛干嘛干嘛？这万一里面有什么机关你弄坏了，他们不认账，那我的酒钱就白瞎了。哎，那怎么办啊？山人自有妙计。记住了，过会儿不管里面装的什么，打死都不能承认。嗯。公子请。公子成亲了？没有。那公子是如何发现自己生病了？我家书童发现的。哦，对，我发现的。我们公子的病是我发现的。你们笑什么呀？你们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的吗？怎么我们一来你们就问东问西的呀？而且还没说我们掌柜得什么病。你们是不是骗子呀？啊？这我们病人看病可是有权利知道大夫长什么样的，如果医出个好歹来，不然我们向谁哭去啊？啊，对不对，乡亲们？哎，对呀，就是对不对啊？对呀，就是。你这不写着美人医馆吗？你干嘛还拉着个帘子呀？啊，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对呀，就是。我们要看看你长什么样。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家少爷的病真的是你发现的？当然了，我和我们家少爷形影不离，那病当然是我发现的了。那就麻烦你把你的木盒交给我的侍女。嗯。不举。哎，不举！你不举！不举！不娶，娶！我倒想看看是哪家少爷占了我的房。哎，对对对，这位公子，快来呀！都闭嘴，闭嘴，闭嘴，别瞎说！闭嘴！大老爷们儿来，师兄。师妹，早知道师兄也在苍城，我还开什么医馆，直接来投奔师兄便是了。哎呀，师妹来到苍城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还有这未诊先知的木盒，师父当年教过咱们这门手艺吗？师兄怎么还是和当年一样沉迷医术，心无旁骛？这世上哪有什么未诊先知啊？不过是我为了在苍城立足，所以使了一点小伎俩。啊，我呀让人事先查清楚了病因，再对号入座的发放木盒，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每人一房自然就皆知相闻了。只是没想到师兄半路杀了出来，倒是让我无地自容了。水来了，嘿嘿，谢谢。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既然师妹也来苍城行医了，那就安心在这济世堂住下吧。若是师父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知道我们兄妹二人一块儿行医，也一定会非常欣慰的吧。对对对对对，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嗯，这个素文大夫真美。和咱们宁大夫是青梅竹马，现在更是近水楼台啊。你想说什么？你想知道什么，我就想说的是什么。以后啊，有师兄，我想说，不会有人欺负你的。空空现在一直盯着素问大夫看呢。哼，来来来，好喽，嘿嘿，小妹儿，我看你呢长得好看，送你几个花啊。谢谢，记得下次再来啊。苏文大夫，你看我这头发还有救吗？有，朱库胆五枚，回去将胆汁挤出，洗头试试。谢谢。好。嗯，大姐，这口太臭了吧。啊，下一位。让一让，让一让！救命啊，大夫！大夫，你赶紧给我爹看看吧。小杨，怎么弄伤的？中午我爹在树下乘凉，突然间喊他脚疼，刚开始有些发紫，然后我们用热毛巾敷了一下，没想到他越肿越大了。大夫，你快看，又肿了。疼，疼！哎，消肿了，消肿了，消肿了，太好了！疼，疼，疼！手都肿了，手肿了，手肿了，手肿了吧？大夫，赶紧想想办法吧。师兄，让我来试一下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虫子，名字叫灯芯绕。遇热会变大，所以热敷以后老人家的腿会变肿。哦，幸亏师妹反应快，我原本以为先放血然后再去虫子的，没想到你是抢先一步帮了我一忙。哎，你看人家师兄师妹感情多么好啊，羡慕吧。薄酒小菜不成敬意，欢迎素问姑娘进入济世堂。今天怎么就只有我和岑姑娘两个人啊？空空和小曼拉肚子了。我看他们白天还好好的呢。林大夫在研究灯芯绕，所以只好由我来做代表了。闹肚子严重吗？哎，要不然我你看有没有剑拔弩张的感觉啊？暂无大碍。对了，素问姑娘，听说你五年前游历过四方。是啊，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总是想着能够悬壶济世。今天非常感谢岑姑娘为我接风，这些年游离在外，都快要忘记有家的感觉了。如果当年不是我擅自离开师门，也许现在已经和师兄……啊，来，岑姑娘，我们喝酒。这拉肚子果然是很好的选择。哎，你说这岑欢为什么要给素文姑娘办一个什么欢迎会呢？这你就不懂了吧。
岑姑娘，再来一杯。你看，岑姑娘，你没事吧？没事。你还不去劝劝？这么点酒难不倒我。好了，别乱动。躺好，躺好。欢欢。哎呀，盖好，盖好了。真是。不要。被子盖好，被子盖好。就问姑娘，如果当初没有去云游的话。什么？我没听清嘛！你走开，你不要过来，你走开。哎呀，好了好了，热不热？昨天回去，我爹喝了你们配的药，就上吐下泻，今天早上直接吐白沫，晕了过去。昨天脉象还很平缓，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沉缓无力呢？治病要人命，有勇气！哎，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哎，先别着急啊，冷静点。昨天除了我开的药之外，老人家还吃过什么别的东西吗？怎么，你还想耍赖啊？就是，我爹吃了药，肠子都快吐出来了，还能吃得下什么？你好好说话啊！又不是不给你们交代。庸医，庸医。大家听我说，德行要信练。老人家的腿在被虫噬咬过之后，身体原本就会虚弱。你们回家之后，是否有喂过老人吃过什么大补之物？虚不受补，自然会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怎么能怪在我师兄身上？可是你们昨天也没说什么忌口啊！我爹现在这样，你们说怎么办？不是你们，哎，我现在就开一副药，你们回去给老人家服下，切记一定要吃得清淡一些，千万不要再吃什么大补之物了。好吧。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如果我爹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会回来找你们的。就是，给你们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老左，走，你们放心吧，明天会好的啊。哎，多谢师妹帮我解围。师兄，这是哪里话？可是，这老人家的脉象，并不像是虚不受补。纳斯看上去就不是能够讲得通道理的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今天势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多谢师妹了。既能谦卑不醉，又能善解人意，真是绝世好师妹啊。师姐为何面露愁云？昨晚我传唤欢儿，她没有回应，我估计他已经对那个人动了真情。胡闹！堂堂我华心阁传人，居然对疑似妖兽之人动情。我还怀疑大长老已经找到了石嬷嬷，只是一直瞒着我们。什么？小师妹被他派出去这么多年，若是没有找到石嬷嬷，他早就应该回来复命。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师妹一直了无音讯，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找到了石嬷嬷，只是一直在外守候。谁？奇怪了，难道是我看错了？走吧。
你是？大师姐，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你不要问，快点走。华心阁有变，务必保护好石默默。依照你的指示，我一直守护在石默默的身边。只是如今，告诉欢儿，切勿被迷惑。华心阁有变，务必保护好石默默。告诉欢儿，一定不要被迷惑，一定不要被迷惑。师姐，应该不会有人找到这儿来。小心驶得万年船，有些事一定要自己看过才能放心。欢儿，石梦墨绝不可杀。师父的笔迹。白树。完了。白芍。真的完了。白痴。还差一位白痴。哪来的白痴啊？还能有谁啊？就他呗。非要去给别人看病。明知道别人不是什么好惹的人，还去，不是傻是什么？我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老人家的脉象有点奇怪，不去看看我放心不下。啊，他这是干嘛去啊？挨揍去呗。算了，我还是跟着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你说这师兄妹俩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大白天问诊，一个大晚上问诊。晚上问诊？嗯，昨天晚上我还看见素问姑娘去问诊。嗯，大概是急诊吧。啊，陈姑娘，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干嘛呢？我在等人。等人？等我们啊？难道你得病了？阿欢是要看到我安全归来才能安心睡觉。想多了吧你。阿欢，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不会故意找茬的，你放心。哎，老人家的病怎么样了？脉象还是很奇怪，不过暂时是稳定了。脉象奇怪？脉象浮浮沉沉，身体症状和脉象不合，具体的情况我还得回去翻阅一下医书。我怀疑老人家脉象奇异跟怨气有关。怨气？你是说老人家的病还和养心师有关？跟素问姑娘有关。啊，素问？
跟素问有什么关系啊？素问，你怎么起这么早？素问姑娘一夜未归，是去哪儿了？素问姑娘，你的药箱落在我那儿了。啊，不好意思，还让您再跑一趟。说什么话呢？要不是昨天晚上你不辞辛苦的为我复诊，我这口臭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好呢。复诊？他去复诊了？是啊，素问姑娘菩萨心肠，昨晚上连夜为我们几家挨家挨户的复诊呢。我想着师兄一个人甚是劳累，能分担一点也是好的。这么说，素问姑娘昨天晚上也忙碌了一夜？陈大叔的病情有些严重，就亲手熬了几贴药，一下子就忘了时间了。哎呀，宁大夫啊，这么好的姑娘你怎么不抓紧呢？ 抓紧呢。张嫂，张嫂，张嫂，我来送送您吧。好。哎，我困死了，我先洗澡去了。阿欢，刚刚你说怨气跟素问有关，是不是吃醋了？你想得美。哎，开门呢？我不玩了，他们每天来，要不就看苏问姑娘，要不就看别不想给钱的，什么鬼呀、啊？这衣服天天赚不到。那你也得开门做生意，大家还等着看病呢。要玩啊？要玩你自己玩，我不玩了。慢点，慢点，都慢点。谢谢，谢谢。哎呀，我这。下一位，那边。谢谢大夫。掌柜的，苏问大夫，感觉怎么样啊？哪里不舒服？我最近总是头晕。师妹。昨夜睡得可好？多谢师兄关心，睡得很好。有什么不习惯的尽管跟我说。好，多谢师兄。各位请放心，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解决的。现在也快中午了，宁大夫也得喘口气，不是？大家就回家吃饭，下午再来行吗？走了，回家了，回家了。掌柜的，怎么办啊？我看啊，大多数都是来浑水摸鱼的，
师妹啊，你也不用太自责，肯定是我们出了问题，跟你没关系的。自从我来了之后，就出了这些问题，怪不得岑姑娘都不太喜欢我呢。掌柜的，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歇业吧，不然的话，咱们得喝西北风啊。也只能这样了。宁文玉，你看这个胭脂。谁是宁文玉？我是啊。有人状告你拥。这苏文姑娘又不见了，是不是她做贼心虚逃跑了？这可怎么办啊？这样，我去找苏文，你去衙门里救掌柜的。怎么救？直接救啊？还是你去找苏文，我去救掌柜的吧。也好。哎呀，这司马空空又去哪儿了？啊！干嘛？你别过来，公公！你不过是绣花枕头而已，前几次爆发，只怕是花心师帮你吧。你不过是绣花枕头而已，前几次爆发，只怕是花心师帮你吧。我们调查了一下城中的状况，发现除了在咱们济世堂看过病的人病情加重以外，还有一些人病情加重，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过青花巷。养心师带走了素问，九思追了过去，那素问变成这样，跟养心师脱不了干系。哎，公公，你怎么了？真是奇了怪了，明明脉象正常，怎么就不醒呢？